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上边那小鹿，据我所知，应该是个小带。 他的操作非常的骚，非常的骚，但是他又骚的就很没有理由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这是个小带，我们先拿个裤子，有点冷。Go to me。 让鱿鱼推线儿，线儿往我们家这边推。这鱿鱼就是送钱。 没送钱，这鱿鱼知道吧？这里插个眼，防止被赶开。小心点儿。这不用回家，补点兵了。进化元素，圣婴。 我说了，这鱿鱼根本他就碰不着我，打的他兵他都不敢补，知道吧？抠我呢，你能抠着吗？夹着来了，看着，直接溜了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。 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让鱿鱼补会刀。其实这波点他吧，不太划算。 想 Q 加点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又有鱿鱼呀？哪里来的蛤蟆 ？Q 走！我靠！我斜着 Q 都能踢到我啊！我没想到啊！哎，我这波斜着 Q 他怎么能踢到我的？ 可能是太近了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太近了，就是即使我 Q 了，它也不是那种就是瞬发技能，比如说那个 EG 了，这个卡萨丁啊，这都有行动轨迹的，你知道吧？ 我们这有行动轨迹。
要是 EJ 那种闪烁，应该就是没有办法打得到了。小心点。Q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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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收获来点，再点。没死。点，点，抽过来点，再点。哎呦，那个喽。给我送钱吧，鱿鱼。擦个眼儿啊。鱿鱼已经是有点崩了，玩儿不给鱿鱼，助攻都不给他，不给鱿鱼。等着给他，我们打不动啊，可以。这波蛇女推一波 Q， 皎月只杀了一个，可以接受。上单什么克制维恩？卢仙呢？他玩维恩，你玩卢仙，他这辈子也打不过你。这波直接过来把鱿鱼杀了啊！我闻到了黑。就一直打我这假的啊！对，你是真他妈的恶心！我打了半天啊，你他妈像个鬼一样搁那打石头人，连个屁都不放。我打一半了，打残血了，哎，你跑过来了，你干啥呢？没完了是吧？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？这皎月，你趴过来给抢了。令人恐惧的阴影，真恶心这人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皎月以为我好欺负了，这是 gank 了我一波，以为我是一个好欺负的，其实我并不好欺负。这武器大师，你要是不拿我这人头干点事儿，干点人事出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得痔疮。再把这鱿鱼杀了，吃我的卡。拉着我那灵魂就死命的打呀，就使劲打，站那儿木桩让我打，我听见了鱼吃的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
A to A， 再 A， 一、二、三，打呀 ！A to 两下，三下，点一下，出走，一下，两下，一走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，两下 ，A 闪出！哎呀，我操！顿攻了，肯定有人得说顿啊，肯定有人得说顿，我眼瞅着死了，那顿剩0.3秒啊，我眼瞅着啊啊，在那里啊，一定能有人在这说啊，自己去翻那个刚才那个直播的那个回放啊，自己去翻去啊。我一寻思就得有些人在跟我在这说的顿，自己看啊，回放自己看，我不管了，这个你自己看。我眼瞅着0.3秒。我一行就得给我杠两下，我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。其实我觉得我再等一下再闪好了，是不是？咋呀？我擦个眼。他已经忍受不了折磨，没有盾了，算了，不跟这皎月打，溜了。那皎月跟这鱿鱼绝对是一家人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。你们自己数数，他来我上路来了多少趟？自己那中路啊，那蛇女线都推过去，不要，就往我上路跑。你爱要不要？我走了。我先来个黄叉的。现在的绿叉可猛了，大鱿鱼找我们家蛇女儿打，蛇女儿这波应该是够呛。其实我觉得蛇女儿可以双杀，但是蛇女儿没这样做。既然和你过来先上寒冰 ，A B 走，上大树，往哪走？瞬间我们的地位就上升成为了一个 ADC 啊。鱿鱼，一下两下三下，一下两下三下，把着，整个一把着，
站那打假的，打吧。黑夜，我蓝。他一会儿给你射了。哎，这才能踢到。那既然他这么不怕死，那我把他杀了吧。先闪一手。你能点过我吗，韩冰？吸点血啊。走位，就这么两个半玩了，要杀我了。哎呀，这大树！哎呀，这大树！我决定来个水银试弹。我应该扛着鱿鱼把大树先杀了，这波应该就能双杀。这波没整好，小心点。寒冰，不过来点。问题不大，我现在有水银试弹。直接跟队友抱团，我们就推中就完事儿。我这个时候还能套我个点盐，我套你猴子！我自己一个人吃了他家两个点盐，下一件装备如果我们出银血剑将会很厉害。哎，我直接出这个吧，我直接来个水银弯刀挺好的。羊刀银血剑应该能挺狠。我把上塔推了吧，原来对面上塔还没掉呢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MVP 没了？不一定吧。不一定。
哎，为什么感觉攻速这么慢啊？我1.94的攻击速度，怎么感觉只有0.8呀？这蛇女有点厉害。给我杀！哎呦！杀蛇女儿，杀蛇女儿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个瞎子，把蛇女儿杀了。大蛇，哎呦我这大蛇，绿叉改成 A5 次，然后给你一个 buff， 可以给你增加攻击速度跟。